小兔，坚持住！吃住啊，吃住啊！别慌，日子还长着。我差点就死了，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在学校有多危险。先祖大人万福。忘个屁啦！之前的电脑还能用吗？用这个。用这个接受灵界的情报讯息。接受灵界的讯息，为什么要举起手？用手做天线，信号好。可以了，两个人的信号更好吧？这样传输速度是不是更快了？嗯，灵界的科技点错了吧？哎，我也来，我也来，会变成三倍速吗？嗯，传输完毕。刚才是骗你们玩的。哇，五二代的难度好高啊！你能不能玩明白啊？小兔。恶灵的资料基本都在这里了。哎，让我看看。话说，恶灵干嘛要杀我呀？一个字都看不懂好吗？灵界的文字，人类是读不懂的。让我瞧瞧，这份就是解释恶灵赵日天的文件了。啥？赵日天？这名字瞎起的吧？灵界的系统定义了人类的两种灵魂，普通灵包含正常的生命信息。特殊灵则拥有影响三维世界的能力，普通的灵魂死后马上就会被灵界的数据库准确无误的收容，并且在合适的时候将灵魂信息重构，这就是你们传说的轮回。世界上是不存在鬼的。你有资格这么说吗？除我们以外，只有面临保护你这样的严重事件时，我们特殊灵才能由传输通道出现在人间。可是为什么偏偏要保护我呢？因为你笨。我已经听到了。为什么保护你和赵日天有关？他是2000多年前短暂存在过的暴君，由于一个复杂的原因，他会追杀我们李家巫女的传人。一旦你被杀的话，可能会发生难以预料的灾难。啊！这是赵日天2000多年前的照片资料传过来了。安心，你怎么了吗？没什么。等等，哪来的照片啊？你们2000多年前就发明了照相机吗？灵界自然有留下赵日天影像的办法。点开这个文件。这真的是2000多年前的中国吗？感觉自己摊上大事了，然后看到要我命的恶灵，还有点紧张害怕呢。有个屁啦！这副造型是要搞哪呀？我疼啊！好有紧张感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好。寡人就是人间界2000多年的英灵赵日天。比起这些，你能先解释一下装束吗？哼，汝等叛道弑君，逆天大罪，不乖乖受死，居然还质疑起寡人来。寡人的灵魂千变万化，来到你小小的电脑里也不足为奇。况且寡人在世早已潜藏千年，人间百态寡人无所不晓。天气暑热，如此穿着何错之有？寡人还通晓饮汽水消暑的道理，不知比你们高贵多少。几千年不见，怎么回事？赵日天的审美似乎变得奇怪了。现在并不是在意审美的时候吧？赵日天他入侵到忍言的电脑里了。什么？他难道在这间屋子里吗？ Too simple， 寡人的英灵无处不在，别以为藏在家里就可以逃过一死。寡人可是令人喝水都会令人呛死的存在、啊、不知天高地厚的愚民啊！好好期待自己的死状吧。你是在亲自表演撞墙的死法吗？岂有此理，居然有寡人无法自由出入的电脑。忍言，这可是忍言的能力所创造的电脑，怎容你肆意妄为？忍言就在此处，将你封印。忍言，你还没有找到平一，灵力能行吗？这就是我的祖先。太天真了。怎么回事？
电脑的运行速度。一个刚来灵界的小幽灵，居然妄图用自己那微不足道的力量封印本王，你当真有？什么情况？我的电脑魂飞魄散了！爷，快醒醒！先别管电脑了，是爷他的灵力耗尽了。最近的医院离家有5公里，我们打车吧。医生怎么救幽灵？动动脑子了！现在要救李明的话，唯有马上找到皮衣对象，为他恢复灵力。可是你灵力耗尽的时候，不是变成鬼火就行了吗？那是因为我已经皮衣在你身上了。忍爷也皮衣在我身上不行吗？不可以，你的实力很弱，连我一个都很勉强，根本支撑不了两个特殊灵，一定要让他皮衣新的人才行。那要怎么做？把他丢到谁的头上去就好了吗？不是开玩笑的举报啦！你要找一次愿意签下皮衣契约的人，只要在那上面按下手印就行了。我怎么不记得自己按过手印了？欢迎收看《安心说法》。